真争气呀、啊！吃草老师做什么鸭子窝呀？防火、防盗、防浣熊。进去干活。那你我去吧。好了，你要干嘛说？我让你往这边。干什么？法上。鸭子该下了不下蛋？吃鸭不直接吃鸭蛋了。过年吃鸭蛋了。说得。摸摸它呗。吃啥呀？没想到今天咱们吃生的啊！原来还有这么个东西，你看曼玉多神奇！我要滚蛋了，老鬼！嗯，给你彩票，谢谢。祝你兑了奖，钱哪去了？嗯、全买彩票了。鸿运的鸿运什么来到啊？彩票中大奖，中了5000万，千万别忘分我一半啊！好了，还千万别忘分你一半。嗯，别独吞了。小鳗鱼动手做两个菜哈，被炒鱿鱼了，鱿鱼被炒了，鱿鱼被炒了，炒鱿鱼被炒鱿鱼，这是啥？竹笋，对，竹笋，看这样，梅高肉这是素烧竹笋哈，对，素烧。那昨天你们喝点酒了？可以了，这是小鳗鱼炒的鱿鱼，卤蛋饼的。它叫中文叫卤蛋饼，这是烤的排骨。到的，要叔叔给他演示。你要引导他。对，要叔叔进去。不要勾引。他进去过，你看那里都有毛哈。那他为什么要在这儿？缺心眼儿，愿意上哪上哪吧。这玩意儿。要不我进去。人家有只小母猫，之前就发。阿姨给他抱回去。阿姨给他抱回去吧，要不然他要跑。还以为你丢了呢。今天来三只鸭子，他一天没回家，以为跑丢了，是嫉妒那个鸭子呢。刚回来，别走，走不能让他走，阿姨，我抱。回家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哎、回家，不生气了。丢了，已经生气了呢。你是最重要的。把鸭子接回来，他能代替你的位置吗？啊，大猫，不许走。哎呀，不要不要。阿姨搁那边呢，不回来，不回来别管。看见了刚才，然后抱着都不要抱。我一去叫半天，我寻思跑哪去了。走了，刚刚就在那边，然后他又跑了，不走了，看着我们几眼就跑了。别扔花盆，刚才中国人搁这捡走不少。毛毛，走了，他往前走了，就往这条路前面走了，往鸭院子后面走了。刚吃了，哎，下蛋了，软皮蛋，鸭子下蛋了，蛋一点。啊，你看，
下蛋了。哎呀，当天借力，当天来当天就下蛋了。对，因为那个小的那个位置在那儿。啊，刚刚啊，下蛋了，都高兴，看，都高兴了。我就知道吃喝，猴哥乐坏了。这鸭子，你说下完蛋自己捞不着吃。软皮的，不热不热啊。高手拿了。啊，透明的耶。鸭蛋。哎呀，你慢着你。哎呀，没凉快呢。那还得再孵一会儿吧。不用这。哎呀，这不等鸭下完蛋，不等看看就给捡出来了。哎，好样的！今天来就下蛋，第一天见面礼。怕我们给他做鸭血粉丝汤，现在不用担心了。啊、来，当天来就下蛋。你往那边的，我妈坐后面，你得跟鸭子给一块。过来鸭子来。鸭子。看当天来就下蛋。给高冰箱。你还给那个网友就给他照样的看。脸转过来。看这鸭子来第一天就下蛋了，来就给猴哥送礼来下蛋。嗯，明天早上还能下蛋，明早说冬天都下那些活出来。那他天天吃吗？鸭蛋？啊？他天天吃鸭蛋？吃，今早他还拿一两个。他家不吃鸭蛋？不吃吗？嗯，他吃鸡蛋。哈哈哈！多好呀，自己不用买鸡蛋，就改吃鸭蛋。我自己吃够，咱下仨够，我自己就吃了。哈哈。